你又不足，梗系朝廷足，梗系足到我兄弟推住你，这家伙你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呢，现在看你这所在，就是希望讲你肯定对，结束故事，怎样肯定？所以听出来，大家话蛮在蛮在是，我目屎一直连出，一直连出。这三个小姐，看到讲大家拢天龙这边注意啊，啊，我过来告公司。我满脸都是眼泪，我无在发声，敢翕一个相，伊感觉足稀罕的，足稀奇的，足感动的啊！所以整个来讲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迄天，咱真正真正感受着讲，做一个本土台湾人的苦楚，因为咱终于找到咱的母国，咱有眼前挖苦，但是目前才是拄开始尔尔。惊是惊开，要离开这个皇居，要离开天皇迄个住大个所在，唔着落家落山。我嘛继续看着少年人，我着家解说，几下回佫家解说。啊，大家听着嘛足兴奋，然后有一个微商七十出头岁，最后平台甲讲啥呢？甲讲你头先讲的拢真对，但是可惜日本的少年人拢唔知，我是七十外岁，我知，阮一群人拢咧讲。台湾要是属日本的，台湾人就是日本人的一份子安尼。哎、啊，你安尼讲足正确，我吼，哎、欸，希望讲会当吼替恁伫这里我的吼周边的人拢来讲者，宣扬这款的理论。伊看到今仔日咱台湾基地咧赢，伊感觉足甘心的。啊，我本来回一张名片，伊佫讲伊要甲伊的朋友讲的时，我从名片簿摕出，规个车摕回十几张，伊讲你。若有方便，你把我的名片分给你的朋友看，啊，然后，若有机会，我若过来日本，希望咱甲你当联络，咱就我就甲恁来做一场演讲，类似安尼。伊讲，哎、欸，若当甲这物件摕来，吼、哦，基层来讲，唔足好，甲迄、那个，甲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记者会内底所讲的拢同款。日本人足需要咱遮提醒，咱这边去建国巡视，甲去皇居的意义就是讲。否则不能知讲，咱台湾现准时吼，要是属日本的，但是就是伫美国占领之下安尼尔尔。咱需要日本这股力量来甲咱斗三江、斗帮战。所以这就是咱去日本啊，参拜靖国神社，甲去甲天皇接收，会真大意义伫遮。所以去咱要做啥物？所以咱就希望讲到日本组织一个讲日台共同联盟。日台共同联盟，我回来第一天，吼、哦，就甲伊写一张批，甲只朋友碎头写，然后甲讲将来希望讲会当日本甲台湾加强联系，要有一个组织，一个 CORPS， 有目标的一个组织，有目标的一个组织来进行日台的交流，啊，希望日本人用钱用力来甲咱斗相共，吼、哦，因为因靠钱，咱台湾人做努力。拢去用白摄了了，像即摆咱所用的钱落在一直沉沉个空空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希望讲大家有这个共同心，尽量努力。我讲为了台湾未来家家顺顺的幸福，咱欠两内多，吃饭教养嘛都要做落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后续的动作、后续的工作非常之多，所以咱需要集结人才。咱即摆现出来修复呢。差不多千五人尔，今日来车一千人，佫还是足济拢无受过训。无受过训的是，你脑海内底还伫想啊，民众当选总统就会当改变中华民国的体制，无可能。伊伫中华民国宪法内底，伫中华民国法律规定内底参加选举了，伊就是当选的时是中华民国宪法面顶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做宣誓，伊宣誓了时就受中华民国体制管制，伊无迄个自由，那就过去。足多人讲，哦，你的指导教授，你顶位先做总统啊，你会当做大官，我都唔敢想。因为太侪人唔知道中国的政治是安怎，你顶位入去到迄个所在，入去到迄个蒋经国蒋家体制的时候，就变蒋家的什么家臣呐、啊？伊若卖做官，我甲伊定来当讲话。但伊做官了，我拢无法度甲伊讲话，安尼讲，唔是我无爱甲伊讲话，是伊无自由啊。伊伫迄个中华民国体中华民国体制内底，已经丧失某种程度的自由，所以就是做总统的时候，伊电话都要窃听跟录音。
安尼是啥物款呢？台湾人咧当家做主，蒋经国厉害就厉害，而且甲你入去啥物头前，不然台湾人无意识的、无政治意识的台湾人，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台湾人，想当台湾人入去做总统，就好就好。所以包括伫海外的台独联盟，拢倒来参加选举，选举就是一个 trap， 就是一个陷阱。互你落落去，大家足注重的，都唔知讲伊是非法的。所以咱今日足甘心、足感谢，有遮侪人有觉醒，但是咱觉醒无够，咱要把咱所有觉醒、所有了解的代志，去讲予咱的厝边头尾、咱的亲戚朋友来了解，共同大家来遮受训，接受咱的法理论述的洗礼。当你接受这个洗礼了，你才知影讲，哦，台湾历史回到原点。原来我叫骗我十当下，你才会觉醒，踏踏实实、真真正正的觉醒。那么清楚的是真自由，不是假自由；那么清楚是真民主，不是假民主。现主席是假民主甲假自由。所以啊，希望咱大家各位，咱的贵宾、咱的同心，一刷后续一刷的责任非常重大。我今日头讲讲千斤重，因咱要建立咱一个国家。把咱台湾建设做一个先进、进步、清气、无贪污、无腐化的政府，是非常的艰难困苦。所以，这工作真济的工作，需要足济精英、足济人才来共同参与。我真烦恼，咱人才要是无够。所以吼，咱希望大家认真正爱讲，有迄个了解甲觉醒，普遍的觉醒，普遍的觉醒，叫我多干。台湾政府按落去，普遍的觉醒，咱人才才会当浮出来，徛，甲咱徛做伙，甲台湾民政府徛做伙，共同来奋斗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多谢蔡总理。刷来吼，咱真重要一个节目，就是要来发身份证。这个身份证呢，现主席已经送到咱的咱中央会馆，要来请咱的。这个法务大臣啊，曾总理，曾大臣上台，同时请咱七位州长啊上台来领这个身份证。这个身份证哦，爱向州长领，当然州长爱负责任。所有州长，请您起来。谢谢啊。这个，所有现在七位州，原住民。五洲党，你代表吗？啊，有没有代表？其他各州的台，台中州，台中州，啊，林州长，啊，这里，林州长，新竹州，这是台北州的，原来台北州的。移花东洲，郭永清，田明洲，万岁！因为你，台南州，江西一花最春天的花蕊。多谢您啦吼！啊，你来照美国的规定吼，爱因来亲自领取。啊，若要够欠件，拜托迄个文件来看个报，好无？那我都今日，那我都完成报件的吼，我那是会发的吼，请把握时间吼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有真真。咱最后一个节目，就是要请秘书长来甲咱报告，台湾最近，咱台湾民政府最近的情形甲未来的展望，最近的发展甲未来的展望，然后，好，谢谢。
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好。好。因为今日有超过三分之一啦，是过去唔捌来，算来宾啦。所以呢，我要讲法律、台湾地位的关系，予大家知影。但先要甲各位报告的，就是台湾民政府伫中华民国的体制、中华民国当局，也是台湾关系法内底。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当局啊，合不合法？各位，台湾民政府是百分之一百完全合法。啊，你敢若拍破，你无甲我问原因，敢会使？我甲各位讲，当然啦，有一个人知影，我嘛爱讲，台湾民政府是照。国际制裁法，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照《万国公法》，照《人权公法》所规定、所成立的，由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所组织的民政府、平民政府，英语讲 civil government。所以什麼人都不敢跟我們說我們合法，我們不合法。所以到今天為止，為2006年過美國到今天，我林志堅好好站在這裡，每天和大家說話，沒人敢跟我聽到。甚至中華民國的內政部辦法公文，他公文寫什麼？我相信你們來受訓的人，你都有看到那份公文，因为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，啊，不是非法组织，当然是合法组织啊。美国的希拉蕊、国务卿、美国的总统，在今年的10月30日，在海南都有讲，南海的问题，当然包括台湾嘛。爱照国际法来解决，不是你中国跟他说，自古以来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，自古以来啊，那自古以来啊，我跟你说总统府也是我们家，自古以来爱有法律的关系啦。所以我刚才有跟各位说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嘛，像人跟你说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这若不对，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都不对嘛。所以反正一对，我在法律上很简单跟各位表示过，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，日本人是说下关条约，一开始就写得很清楚，大清大皇帝割让台湾跟台湾群岛和平湖，割让哦，永远割让哦 ，forever 哦，永远割让哦 ，forever cede cede 哦，完全割让，给什么人？日本天皇。啊，那比如日本政府，日本政府会使了，未使。日本天皇啊，伊是一个二元的一个国家，有皇帝的所在拢是安尼啦。所以中立只不过是天皇将管理权来交予中立，啊，中立才有取得权力来管台湾。所以你甲看，一挂号日本天皇以后，日本天皇马上派任总督来管台湾，华山之计第一任的。但是你嘛爱知影呢？迄当阵美国。有政府无？日本有政府无？有哦，日本嘛有首相哦。迄、那个首相会当来管台湾哦？未使，等于是日本的天皇将日本甲分做日本本土啊，甲台湾这块土地两个主体，两个不同的管理层管理的定数啊。
所以日本天皇有照国际法，在台湾1937年实施皇民化，然后在1945年4月7日宣布天皇诏书，在台湾这个土地来实施日本天皇诏书，就是让老百姓拢都有享受到日本天皇的恩泽啦。当时公布34号的法律，讲你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，各位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参战权，你若不是伊的国民，你无参加战争的权利。但是真奇怪呢，中华民国走来台湾，1949年年底叫咱台湾去做兵，迄当阵台湾这块土地阿未，旧金山和平条约阿未写呢。1941年1月12日，甲你宣布讲，所有台湾人为今日开始变作中华民国国籍，讲集体规划，全世界国际法内底无集体规划这个条文呐。迄是甲你骗啊，但是台湾人迄当阵内心惊吓，战争拄啊失败嘛，拄啊失败的时阵，惊美军呐入来，甲你杀，甲你抢。所以有一个中国人来跟你说，回归祖国的怀抱。那真正讲回归祖国的怀抱，你旧金山和平条都要跟你写哦，清清楚楚讲，安尼台湾你交予中华民国，无啊？记录内底有讲，中华民国迄当阵向日本，因为迄当阵日本去用占领嘛，美军马卡萨伫遐去占领，伊甲日本讲，甲迄个中华民国代表。你日本的代表甲讲，我为着台湾要管理方便，所以先将这的人拢变作我中华民国的国籍。后来1951年9月7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落，歹势，因为1951年9月7日签的时阵，中华民国已经流亡啊，已经不是国家。当然，台湾这块土地无法度交予中华民国，啊，无交予中华民国。1952年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时阵啊，台北合约签了。咱今日去摕到台湾，就摕中华民国的国籍，诶，迄个身份证啊，主要是这个台北合约啦，第10条啦。第10条啥啥？因为占领的关系，所以日本人将台湾人视为用目睭看的，看作伊是中华民国的国民。好佳哉！1979年，日本和中国建交，迄个时阵开始台北合约取消，所以我要来问日本：啊，你合约已经取消，啊，我台湾人的身份提倒，因为人权公约讲啊真清楚，每一个人，全世界每一个人拢爱有伊的国籍。未当无国籍，啊嘛第二15条之一甲15条之二，之二讲啥？所有政府未当无代无志，将每一个人伊个国籍个身份啊，共提掉。日本足明显就违反，即个人权公约内底个15条之二啊。所以各位，若真正甲伊拍官司啊，咱绝对赢伊啦。啊！日本人到什么时阵，伊才知影？足歹势，差不多2-3个月前，咱的代表派代表去日本，40-50个国会议员和咱开会的时候，大家嘴啊拢开啦！啊，台湾还阁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阮哪拢唔知？咱将马关条约摕好看，将旧金山和平条约摕好看，大家忽然间啊，恍然大悟。啊！但是问题还阁足侪呢，毋是遮简单呢。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所以日本政府已经放弃台湾的管辖权。台湾人要哪行？有资料，伫1950年旧金山和平条约要签的以前，联合国对台湾的监督有讲6条。伊讲第5条，讲要予咱台湾自治啦，啥嘛？你本来是个领土，日本的领土。各位，
问题是发生在这啦。那阵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都未当割让；但是那殖民地，都一旦割让。台湾到底是殖民地，还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？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，当然台湾是清朝的殖民地。伊若不是殖民地，伊就未当割让。啊，今日谁来变作领土？其实台湾啊，和北海道同款。北海道本来是日本的殖民地呢，伊是爱奴族所拥有的土地啊，叫做北海道。迄大地，遐尼啊大地的土地啊，日本天皇大兴伫北海道实施皇民化。什么叫皇民化？就是讲日本的天皇要求住伫北海道遮的爱奴族的人先学日语。日语学到差不多，伊甲帮忙建设国民。到有一天，日本的天皇宣布，日本的诏书、日本宪法伫北海道实施，安尼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今日台湾的情形和北海道以前发生的一模一样，所以日本人伫以前，伊有读战争法，伊有照战争法来咧做。伊当时1942年占领菲律宾的时阵啊，伊有实施占领法。所以今日日本伫1937年开始皇民化，皇民化以后，伫1945年4月7日实施日本天皇的诏书，啊了34号命令，各位千真万确，34号命令到今日日本政府无甲废止。所以呢，我非常有把握。100%，不是搞搞，100%，甲各位报告，台湾的地位绝对是要搁属日本皇帝的，政治绝对。美国有甲咱讲，我没有拥有台湾的主权，有无？有啦。马英九知影吗？伊知呢。马英九讲哦，我不可能出卖台湾主权，但是电视拢安尼讲一个，啊，就无讲啊。伊足清楚的，今日上届推的是咱家己推的。其实中华民国伫咱台湾，伊是实施占领者，咱是变作一笔占领者，咱实际上就是笔占领者。啊，笔占领者，啊，家己唔知影讲是笔占领，大家想讲要去做占领者，因为做占领者有福利啊，啊，不然选举有50块啊。头拄啊，蔡总理伊有讲啊，伊做财政部部长的时阵，你来看伊安怎家己。甲你钱甲你乌掉，要甲你收买，还是讲要分互你钱？广告地价就提高，啊，即嘛互你了，搁提搁降落来，各位拢统记在心上诶。但是有个人会讲呢，我爱甲各位讲哦，12月20日到12月24日，咱毋去日本，10月27日，美国国家安全代表。甲咱正式讲，伊讲即边恁去日本，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国安局，拢总清清楚楚有做记录。当时，伊讲恭喜恁台湾人行出第一步啦！各位，你若无讲伫咱遮哩上课，你不一定会来了解，会深深体会。但是我会甲各位讲。台湾民政府，我甲你保证，中华民国绝对袂甲你取缔。当然，我保证无准算啊。美国的 CIA 甲我保证啊，我甲问几啊摆咧，他咪讲，你讲我安尼一干干嘛，直接你惊咯，一干干你讲，安尼拢袂惊吗？我嘛是人呢，我嘛会惊，哪会袂惊？但是美国 CIA 正式讲，你放心。我 CIA 有甲中华民国讲过，所以我有甲试几啊摆，诶，果然无错诶。大家上课，大家拢欢欢喜喜，含警察只位只拢唔敢入来，拢位只都过过，甲你保护咧。各位，你爱家己拍炮啊啦！台湾民政府听清楚哦，唔是台湾政府哦。我今麦知影吼，今麦有真侪人哦。哦，行了超过呢，行足紧的呢，我用行用飞呢，
开始就砍棒就站起来，台湾政府，这是法律上是不合法啦。第一，中华民国嘛是袂使的。想要讲台湾民政府合法，台湾民政府的顶管是啥物人？美国军事政府。啊，台湾政府的顶管是啥？无人啊。啊，无人，你即马摆个站出来，我讲中华民国国安局来找你，我甲你讲。所以即马要阁袂当用台湾政府这四字挂做看板的挂。赵启刚来，即马新闻证顶管写台湾政府，无唔对，我嘛有惊到呢。但是美国国安局甲我讲啊，伊讲 Roger 盖，安那盖，本来咱写台湾，伊讲台湾 government 台湾政府。所以咱即摆新闻证即一张张，内底就是台湾政府。各位，今日非常欢喜，台湾政府公民新闻证已经快乐各位啦！过来，你嘛搁听清楚，你即摆摕着真欢喜，对不对？头拄仔总理有讲，你毋通摕着马上飞机去坐着要美国呢，袂使安尼呢。台湾民政府爱和美国的有关单位啊，搁再协商，搁签约。伊叫咱做，咱做。但是你想看卖啊？美国最近的 AIT 宣布讲，中华民国的护照，伊讲是免签证国。我刚看迄个美国发表迄个原文啊，从来就没有免签证国啦，伊是干哪讲免签证计划。啊，这个中华民国的媒体甲变成免签证国了，伊就爱做国家的啦。可惜伊无得做国家，台湾民政才有可能啊。我甲你讲，美国的宣布是伫为咱台湾民政府宣布的哦。我甲你讲的原因，你听清楚。美国伊讲要免签证，你想嘛？几个月前，三四个月前 ，AIT 才宣布讲。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的，啊，若讲中华民国的护照会当去美国免签证，我甲你讲，金门马祖，啊，毋着我那是迄款护照，我比美国会使哩吗 ？No， 我阁甲各位讲秘密的，我讲这个话我负责任。美国的国安局、美国的司法部，伊讲，我无要甲签中华民国护照免签证，就要台湾，就要美国啦。这两个单位若无要签哦，无可能啦！我大声直接讲，绝对无可能。美国，伊刚宣布这个原因是对，伊是咧帮忙马英九啦。你会感觉真奇怪，安内袂帮忙蔡英文？蔡英文去访问美国的时阵，咱的媒体拢发表，蔡英文啊，有史以来台湾人头一摆入去美国的国防部。有讲这条无？我甲各位讲，美国国关局甲我讲啊，足清楚，蔡英文没有进到国防部，是入去国会地库办公室，两个人和蔡英文讲两点钟久，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和咱民政府直联络的人，安尼讲唔对，所以各位，蔡英文。你甲伊讲内底有讲一句话，伊讲中华民国是帝王政府，吼、哦、美国足欢喜的呢，吼、哦、好不容易啊，啊你这民进党已经知影中华民国是帝王政府啦，但是无想到讲十月十一啊，蔡英文伫高雄劳工中心讲迄句话啊，伊讲啥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中华民国是台湾政府。我讲美国真正毙命。唔是干那甲我讲哦，含咱个主秘代表蔡明华，嘛甲美国，嘛甲蔡明华嘛有讲嘞。美国含咱哩见面人，话全《三字经》全抄出来。伊讲哦，蔡英文绝对袂调，你甲我讲。干那亲像四年前，谢长廷啊，美国国安局甲我讲的时阵，伊讲我们对谢长廷不信任。哇！这台湾人你来不信任？原来谢长廷去的时候，七八个人来 interview， 来面谈。谢长廷真的是甲讲啥？阮台湾要独立，
阮台湾人民家己要建立家己的国家，七八拢无爱甲伊应话，来甲我讲，是安那迄当阵来甲我讲，因为2006年10月2日是过美国以后啊，美国的五个单位啊开始甲咱联络。当然你会讲啊，啊，咱敢拢甲你林社一人咧联络，啊，拢无咧甲阮其他人联络，有啦。即马嘛会含咱的蔡明华联络啦，即马嘛会含咱的日本的代表，咱的主席联络啦。较卖讲哦，每一摆甲我联络啊，我一人讲，啊，拢我一人去唱独角戏。你想看卖啊？我头脑无遐好啊。我今日写遮尔啊侪文章，研究遮尔啊清楚。啊，那以前遮台湾读国际法拢袂晓研究吗？伊会晓研究，但是啥？伊无资料啦。特别讲，自从过美国以后啊，美国的国务院一寡国家机密档案啊，开始源源不断提供给我，但是提供给你嘛无效呢。迄原文呢？迄原文哦，差不多两个人来管呢。你干那看遐原文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目睭看甲脱汤。啊是好佳哉，我即马食饱营养，干你读册尔。啊，所以读册为重点，啊则提出来，啊则用战争法，因为吼、哦，我是读战争法的。今日台湾的地位啊，你若无用战争法去甲说明啊，我甲各位讲，未成啊。读一般的国际法来讲，这个台湾的地位啊，讲六成尔尔啦，讲到遐就吐掉，讲遐就吐掉，所以才有人会甲你讲。啊！台湾因对总统选举啊，民主选举逐渐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全世界无这种的法律。敢那亲像讲，我去住恁家，我若甲你住六十栋，恁家会变作我的无？会无？会啊？袂？当然嘛袂。啊，若讲住恁家六十栋，袂当变作恁家的，变作我的。啊！你中华民国一只六十栋，会当变作中华民国的无？没，嘛是袂嘛，是足简单的道理呢。啊！流氓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这是国际法规定的啊。啊！袂当就地合法，所以你经过选举有效无？无效。我一只大胆预测，蔡英文会输几票？听清楚，80万呢？80万呢？你认真奇怪。你若遐准，你也看，你若要去甲人插队的吼，会当去插，我甲你讲，你会赢啦。因为顶年淡水比伫拼的时阵哦，赢偌济，赢2万6千几票尔，较无甲3万呐。我甲你讲 ，CIA 老早就甲我讲，3万票，票开出来。2万多票，美国的 CIA 在台湾有偌济人？2000多人。所以各位，你今日摕着身份证，你唔通明仔就去美国。我再讲一摆啊，你摕着身份证，未当明仔就去美国。当然啦、啊，你去美国哦，无代志啊，但是无一定会让你入去啦。你别卖抢先啦、啊。一定要经过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啊，予咱民政府和美国的有关单位啊签字，要签约好以后啊，你才去。今日美国去宣布中华民国免签证啊，是伫帮忙马英九，选举了就无去啊啦。你来看有影无影啦？因为国安局甲我讲嘛，因为司法部啊，司法部哪会袂准？你敢知？因为2006年我。含这228去甲告啊，你袂记哩吗？啊，即马告你，甲个司法部伊敢敢甲签？当然唔敢嘛。伊若签，我都搁啊告啊。即马美国上界惊咱，你知影？所有组织，敢若惊咱尔尔。是安那？即马定定拢会讲个，啊，你搁过要告啥？告啥？我那要甲你讲，我要甲告两项啊。第一，你判决讲我台湾人。生活是政治炼狱，政治炼狱，我就是代表啊！这边大家欢欢喜，去日本我也无去啊！谁人我也无去，
我无护照啊。啊，比如讲，啊，你若歹去申请，我讲，啊，这都毋是我的国家，我咧申请，因笑到要害。所以呢，实在讲吼，无摕着这个护照，我嘛真艰苦呢。啊，所以我是生活政治炼狱啦。所以我甲美国即摆刚刚甲靠腰啦。我讲我生活在政治炼狱，你家己讲的，你要赶快帮我解决。啊，所以美国有好讲啊，那我们来想办法看看。伊讲要想办法，要想什么办法？伊讲我叫 AIT 来发一个证件，互你够伊啊。AIT 的对口单位唔是咱呢。AIT 的对口单位是啥物人？中华民国啦。咱的对口单位是啥物人？美国的国防部啦，甲国家安全啦，甲 CIA 啦，三票对一票啦。坦白讲，国民对咱无好。国务院现准时，你讲的，即摆现准时 AIT 啊！我常咧讲哦，因只敢输啦，因只阶级拢足低，你知毋知？内湖若完成啊，内湖若完成的时阵啊，现准时美国的即个内湖的即个官员啊，拢总是美国。你若讲即个官员分做五级啊，一二三四五啊，第一级的即摆伫申请，要来台湾，现准时的。AIT 的级数是啥？第五级，过去是无人要来。但是我甲你讲这个话，我负责任。你会甲我问讲，内湖当时的完成，坦白讲啊，去年美国有经济方面有一寡困难，但是伊经济虽然困难，内湖这个所在会变作东南亚军事指挥中心。伊个内底个下骹三站拢已经起好啊，而且顶管个直升机的降落场，各位，美国有真做真济代志，拢渐渐歪讲了。自从咱即个论述出来以后啊，中国唔捌搁再发表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一摆都无，一摆都无。这个打破啊，爱打较大力的啦，这真好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咱有足侪观念哦，你若无改，你会害呢。六月二九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《ECFA》。六月三十，美军第七舰队。离开台湾三十六年以后，头一摆伫左营登陆，美国一摆呢。所以这个《埃克法》伫政治上的意义是啥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，啊，若和解，你中华民国会当回去啊？咱的要求啦。当然啦，你若讲无回较紧回来吼，这《埃克法》对台湾吼。也有伤害呢，安怎伤害？农产品妥妥嘞，中国人做工敢若免钱的嘞，共产党嘛，所以伊的农产物足俗的嘛，虽然足歹足俗的嘛，大量咧甲你转来提转来台湾嘛，啊台湾的农民你看到处伫烧耕的，台湾的农民做三季，日本的农民做一季，台湾农民做三季无饭好食。不是政收多，就是政无。这拢是后摆台湾民政府爱做的工课。各位，我有甲美国讲，这款的日子爱愈紧愈好。台湾民政府一定要来执政啊，对不对？要执政，若准是天皇的制度，都无选总统啊呢。干来选啥？中立，中立尔呢？啊，参议员开始嘛无选呢。你台湾人爱选，众议员互你选。众议员去选的时阵嘛未当像即种个选法呢。什么？你一票就五十块？台湾人啊，戆到哈遐尔啊戆啊！你一千二块去个当票，爱搁摕五十块，唔是你摕呢？那咱的办选举哦，你来当票的，给你五百块，加落岗啊，好唔好？
安怎对？你唔是登落去，伊有条无条呐？有五趴以上，伊就摕五十块。看到贵全世界真正无这种的啦。恁拢唔知影吗？恁知影，但是恁唔知影，恁伊过去去用剥削惯死啊，用剥削了，你都唔知影讲，啊，都五十块，伊就应当的啊。你想看咩啊？伊若摕五百万票，五十块就偌济，两亿五千万呢。你甲当票，你还要摕钱给伊？遐人吼，会伫后壁你甲伊笑讲，你啊，遐人推阿面来当票给我。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安尼啦，真正无啦。我甲美国讲这个代志，同美国讲哦，较有影。恁台湾哪有遐戆？我知后壁我唔敢讲，我台湾人真正在戆的。啊，所以遮政治输啦，都直直甲你讲，你有爱台湾无？有无？你就爱投票给我。你若无投票给我，你就表示无爱台湾啦。各位，这款话咱听足多呢。刚刚卡住啊！郑州长，你讲，我二十年以前就听，讲，还搁你听呢？你无够合作啦！你无够合作，台湾人无够合作。你二八手牵手，我妈妈八十几岁嘛，叫阮去甲牵去呢。大家嘛足合作个呀，啊足团结个呀。你行路，敬拜了五十万人、几十万人，行到脚凉要断去啊！同款，你着功夫个。各位，头脑还好，啊较巧个，因为。稍等下吼，咱这酒店吼爱发这个身份证给各位，我爱阁讲一摆，你爱给我时间两个月到三个月内底，咱会和美国签以后，美国现准时吼，美国的国家是安尼啦吼，国务院这个单位对咱无好啦，这个单位啊啦，惊麻烦，对上较好。对中华民国较好，啊！中华民国谁人对伊较好？坦白讲啊，这是宋美龄啊。这个宋美龄啊，生了也水，啊，英语也足好讲的，啊，足好生奶，啊，去甲美国骗钱刷来去哦，摕国疆的物件，甲到底要再送伊。所以，因一直要甲维护中华民国，但是要维护有法度无？无可能，啊呐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。所以依咱的论述，咱是全台湾各地。所以我虽然讲咱的进度无量较慢，但是一定会成功啦。美国有甲咱讲，希望恁台湾民政府研训班爱训练4000名，4000名上爱做人才的储备，这4000个真有可能。会甲你派你去做政务官，所以后摆你唔相信，咱若接到政权，迄独派讲，咱共派哦，我嘛要分一撮啊，我已经拍拼台湾，拍拼较久啊咧，啊未当讲恁台湾民政拢官位拢接了咧，啊恁拢无分互阮，各位，会记你也甲讲，歹势吼，你行甲我行的路无共款啊，你是独立呢。台湾到有独立的问题，台湾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？无嘛，台湾不是任何人独立的意思啥？两个物件合作的，撇开，爱向对方宣布我要独立。敢若恁后生离开你结婚要搬去外口住，爱向你安那宣布呢？恁后生啊，无甲你宣布，你敢要同意？你袂同意啦。恁后生若甲你宣布，讲我要独立，我要结婚，啊，要搬去外口住，同款的情形啦。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无属日本，无属中国，无属美国，所以台湾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？所以美国又宣布，台独代表战争。这个战争是啥？美国要甲你拍。咱台湾到今日为止。是要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，美国有一个判例，1853年 ，Cross 对 Harrison 的判例，伊内底讲啊真清楚，就是和平条约生效，无代表
军事政府占领结束。军事政府若要结束，爱美国通过，将伊通过相关的法律，还是美国的总统来宣布？到今日为止，美国总统无宣布，美国的参议无宣布。所以呢，咱今日艰苦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咱是照国际法伫行，咱是照完全100%的国际法、战争法来。什么叫战争法？我甲各位讲，五个物件啦。第一，海牙第四公约；第二，日内瓦和平公约；第三，红十字会总章程内底有关战争的部分；第四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；第五，就是美国野战手册、陆军野战手册那3000多条的规定。所以，要总结这些物件，才会当变作战争法。所以呢，咱民政府要甲各位讲，咱这期的授份是伫明仔是1月份，1月份的初六、初七、初八，这是今年度最后的一期，23期。啊，若23期参加无到的，就要变作2月份，2月3、4、5、3、4、5，这是24期。这是咱的以后拢种同款，每2个礼拜一期，2礼拜一期。咱爱训练到4000名的时阵，才我都来叫训。这是咱台湾民政府当时呢，啊，希望讲各位啊，你会当来了解台湾民政府的苦心。坦白讲哦，咱无接受外援。有人讲哦，奇怪，真侪独派拢甲我讲嘞。奇怪，恁办遐尔啊济活动啊，啊，恁个钱为着来？咱个钱为着来？为在座各位嘛。所以今日今日，你若无去报道，你若无迄个1000块，咱足济代志拢无做。恁请各位，你怎么坐伫这个所在，敢袂感觉真艰苦？歪曲不平啊，啊，佫下骹后水啦，啊，所以各位拢真甘心嘞，啊，袂嫌嘞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像讲今日这个1000块、500块，咱若有剩，咱就要来想讲这个所在要甲拍淡啊价，因为咱民政府有一个规定啊，凡是贪污的吼，爱判死刑啊。所以这边吼，咱去日本5天甲4暗，你有去日本的，你家己大声来讲，你有介意无？介意。带甲足好，扎足好诶，上少你的体重拢3公斤甲5公斤。他都啊吼，我讲你歹势啦吼，何瑞英太太甲我讲了，啊，会嗨啦，何瑞英加5公斤啦、啊，伊讲哦，何瑞英我要交互你，后摆你若含伊斗阵哦，袂当互伊食物件。各位，这边哦，他们讲哦，所有诶甲我讲诶，咱诶迄个潘良华潘，迄个副主席哦，伊讲哦，伊今日要来遮诶时阵哦，迄个也做碰西衫穿落吼。阿英太太讲：“哎呀，巴肚哪有物件甲拍？啊，一甲拍讲，还是有些重的呢，加3公斤呢。去日本吼、哦，住足好诶，住5、6天，逐顿拢食甲有够好，才开偌济，35000。啊，若同即个时间，你甲看新闻，迄、那个伫迄个鬼斯马斯的时阵哦，爱6万块呢，因为台湾民政府无人敢贪污啦。当时呢，咱即摆有做迄个西装制吼。哦”一件衫，2条裤，收偌济？5000块，无人敢贪污。所以你有去日本，无去日本拢无要紧，你买单去做。吼、哦，啊未做，有做诶吼，啊无敢有钱，哎、欸，你爱叫咧？我无钱，我哪存诶？所以他拄啊吼，他拄啊，啥物人？迄个何州长啊，叫我讲都爱继续送帽啊。吼、哦，我送帽啊吼，我拢食馒头啊咧。啊，若搁插落去吼，我含馒头都无通食了，我甲你骗。所以呢，我刚送到19期尔啦，因为实在是用无法度，因为你是印这物件，恁印这物，敢有出钱？无啊，拢是这酒店啦，所以做酒店，你茫看做酒店真，伊真介意呢。你来做讲，35下我来他们下无钱啊，将出一半啦。所以吼、哦，真艰苦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应该缴的费，你爱缴啦，吼、哦，啊卖来占民政府的便宜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叫你试一下呢。好唔好啊？好。欸、拜托个吼，安尼非常的要紧。其实
虽然是安尼讲吼，咱嘛真快乐个所在啦。咱这个山是咱的优先吼提供的啦。顶关，你若后摆来，你当你若准是咱的成员啊，你就摕一块牌啊，你会当来遮住免钱。哦，一块牌啊，迄民宿拢免钱，但是吼，食饭爱钱啦嘿。哦，食饭爱钱，唔是拢免啦吼，民政府。唔是迄个什么安尼无限供应啦，啊美国，伊讲啊你美国哪会无钱互恁？我甲你讲，美国有讲要互咱钱无？有。问题是对，咱民政府规个组织还没有最后完成，咱的虚体甲空体这个部分的人事啊，还未摆好啦。我相信这个人事啊摆好的时阵啊，美国的乌蝇就到位啦。啊，这个派出所呢？因为你的派出所吼，对民警无关系啦。因为是咱遮尔啊侪人伫遮，其实中国国民党嘛有派人来伫遮啦，含咱这边去日本嘛有甲你派啦。但是咱的节目、咱的讲话拢公开啊，欢迎录影。只不过是讲，除了着原住民甲日本台，咱同意来录影，其他台不爱会来录像啊。因这足要求的，录影以后吼，拢甲你切。切一块吼，伊上介意听的。哦，我怎啊讲中华民国爱甲推翻，用中华民国推翻中华民国安尼啦？啊，剩的拢歹甲你讲，所以这个要求啊，所以讲关系不要，我们谢绝，我不爱吼人甲咱乌白切。咱有一个法律，咱不是伫中共生效的呢。咱今日你行的路是完全正确，我甲各位讲，你想就知影，你妥想就知影，这间厝若是你的。法院甲你判决，讲这间厝是你的，我就请问你，什么人我都甲你请。警察来甲你围，有效无？无效。叫黑道的来，有效无？无效。什么人都无效啦。就是你有所有权证的时阵呐，你讲话就会大声。今日咱台湾人欠一份身份呐，我们没有身份。所以，2009年美国判决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其实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，表示讲台湾人没有效忠的对象。诶，还有一个人嘛无国籍，你知不知？日本天皇呢？日本天皇无国籍，你知不知？知影你举手我看。日本天皇无国籍，好，手放啊！你拢有受过训，你看无受训甲有受训差遮多啦，对不对？无受训甲有受训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咱起码甲日本天皇同款，我甲日本人开玩笑。喂，你下摆叫我天龙呢？因为想要叫你天龙，啊，你本天龙无国籍，我嘛无国籍啊。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即马吼，推下面呢，才讲我是中华民国的政府。中华民国是占领者，伊是流亡的占领者，所以台湾管理会甲讲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当局，会记哩哈，中华民国叫做台湾当局。咱台湾民政府后摆接的政权叫做台湾政府啊，台湾政府的担任啊。第三，美国讲，看你这种看你讲的啊，伊讲哦，你台湾人生活是政治的炼狱，啊，上位代表就是我啊，我都无护照啊，所以我袂当去日本啊。你讲可怜无？有无？有。遮细声呢，无同情心呢。我有可怜无？有。来啦，讲给美国听啦。第四点真重要，美国的法院甲行政单位讲，恁行政单位爱帮忙制定原告，尤其是人权方面，所以美国才会伫九月七八，去年九月七八，伫华盛顿 D.C. 跟恁黑兰社酒会，酒会时五个单位拢来呢，名片我拢有啊。国务院、国防部、国家安全会议、司法部，甲这个 CIA 五个单位拢来，啊，而且 CIA 啊派七八个呢，甲咱保护，啊，因遐去参加拢唔知影，落尾啊，因转来阵哦，我咧甲因讲啊，恁安那安那，伊拢惊一个，哎，啊，你也无去，你也知 ，CIA 你又来甲我讲，对头，甲伊对到尾，这是美国的做法，啊，美国有真侪个袂当讲。但是虽然袂当讲，伊拍拼有去做，所以过来伫11月2日，去年啦吼，替咱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内阁，啊甲参议院。所以即摆各州伫争取人事啊，
实在讲吼，是正确的啦。但是你莫干那清楚尔呢，干那清楚做个吼，安怎一刀切袂断？断啦，接到政权，我要做官，袂使安尼啦。这无嘛有一寡付出啦，是讲咱的论述爱去共讲。我不叫你做啥，我不叫你去压刀压枪啊。我们不是武装革命分子呢，我甲你头讲啊，今年呐，奥巴马有派伊小弟啊，新的小弟啦，来台湾啊，含咱遮个政府，咱个迄个高层啊、居民啊，啊，我袂当讲高层，我高层去互恁害着。恁遐有人哦，每摆来讲高层，其实没有高层啊，台湾没有，咱民政府没有高层啊，就是咱遮个干部哦、啊、来甲你翕。啊翕了，我甲恁谈讲，有啥物感觉？伊讲哦，Roger。恁这群人哦，看起来哦，唔是欢迎面的，大家拢看起来拢足舒服呢。我当然嘛足舒服，我拢读册，我用法律啊，我唔是要压刀要压枪甲你结咧，因为台湾人无可能压刀压枪解决啦，话大声有啦，一寡独派吼，我甲你拼拼命，你拼我看，卖骗啦，用法律就好啦，对不对啊？法律轻轻松松啊，对不对？知影这个论述，我讲耽误你的，我讲这句话就对啊，耽误你的啦。那这间厝就是我的啊，啊无你是安怎？你总有一天你中华民国无离开，其实中华民国的高层，迄是蒋干高层，因拢足清楚的，尤其是马英九，非常清楚。马英九的身份到底是啥？伊是绿卡。美国 CIA 甲我讲的，中华民国无人甲告，干那我甲告尔啦。CIA 都来甲我讲，所以你甲看，谁人拢美国这边要帮忙马英九，我爱帮忙蔡英文，因为蔡英文你甲看伊的论述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这是要独立嘛？啊，若独立，美国安那爱派兵啊，啊若派兵啊爱牺牲人啊，啊牺牲人啊啦，美国人啊会损失啊，所以会变成麻烦制造者。淡水碧先生，从另一关，我去看四摆。有一摆，其中有一摆，就是我甲伊帮忙去甲告美国的军事政府，你会记得无？会记得无？会啦吼。告一摆的时阵呐，淡水碧甲我讲，用林先生，啊你这论述奈歹较早写，我足早就写啊，是你家己歹看的。伊本来要写台湾地位，落尾伊歪写，伊我写了了啊，册拢有给伊啊。我甲你讲保证，我算够读册啦。我甲你保证讲，我所讲的这论述，伫全世界来讲，绝对100%正确。无人有法度来超过啊啦，因为这是固定的啦。所以我常你讲，包括咱现主席。生活在台湾，才读文组的、读法律的。那读法律的要来读见证官哦，我感觉真困难，你知不知？我是较大意讲哦，爱有逻辑。我在台北。爱有迄个充分的逻辑概念，他理工科来读见证官哦，比较完全。明天。杜勒斯因阿公，一个是写马关条约，一个写旧金山和平条约，非常了不起。因所写的遐话内底啊，真正拢没有缺点。因为今日吼，我知影讲各位等下要搁领身份证嘛吼，我时间也莫拖伤久。啊，今日呢，非常的感谢各位来。啊，虽然这个场所遮尔歹，吼，啊，有爱家己检讨啦吼。啊，不过你若准会当来替这个涂骹吼。我来倒出一袋啊，迄个啊，都淡仔干嘛袂歹呢吼。啊，当然是淡仔干无一袋啦吼。迄个，我唔知影要安怎，因为咱从来毋共无款啦，我嘛无希望无款啦，干那希望你来加入咱个民政府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加入民政府，啊，加入民政府来受训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绝对袂贪污，贪污这两字，伫民政府内底绝对没有。啊，所以呢。今日吼，要到这个所在，但是要结束以前吼，我要希望咱大家拢站起来合唱一条歌《福尔摩沙我的爱》，好唔好？咱来请
地州长，这条歌咱来做咱今日要来结束的意见，来地州长。那知影的吼，会晓唱的吼，较大声的，好唔好？各位大家好哈，咱伫即回去日本，当咱伫街路、伫广场的时阵，咱唱出《福尔摩沙颂》的时阵，也是伫东京都议会，遐人有的人听甲会流目屎，因为这首歌是实在是好听，咱大家同齐来甲吟唱，用咱的感情来甲唱出来。我先起音吼，咱大家都同齐吼。游啊游啊游，秀啊秀，永远抱着美丽梦。来，我谋杀哪里啊？亲像阿母叫咱的名，摇啊摇啊摇，笑啊笑，永远抱着咱的梦，我无啥咱的。多谢，非常谢谢吼！啊，即摆国酒吼，找酒长，找酒长，啊，国酒有要宣布讲，恁要提啥物个发无？恁无吼，恁要提啥物发就对。再见。好，咱感谢这个秘书长，甲咱做件精彩的报告。即摆吼，大家站起来先吼，要登记台底摕这个 ID 身份证，啊，以后拢载入。早上来这个塔道那个啥，咱食饭的餐厅遐，多谢大家帮忙吼，每一个人家伊也炸一只入去就好，一人炸一只，安尼吼，吼较袂遐重吼，啊炸进来底。